闻惊吓，唯恐读者难明，且纠正时人误解五行为于性之说也。要知二气五行，气生化原直之分类，本气化所有，非古人故作名物也。五行由生克而后见，时观天象得知，其最初发现，即河图之数一六为水之象，即后神农氏，又见五天之气，由东而西，由南而北，相互成稳，使明后天之生化，与河图先天者不同。河图以五行出尘，由气之化，此则以五行合化，由气之交，以后天生化，必一阴一阳相合而后见，故五行至后天，以刚柔相偶而后成，如物刚鬼柔，不相克而反相生，因丹天之气及火气更于物归，故合化火，其象自天见之，故记于天元策，即内经所述也。甲子干支，亦伏羲神农所造，为辅易卦之用，至皇帝时更为推演之，以成六十周甲，三合两合之数，而五运六气之数以名，盖皆仿易象也。易干见昏顺配位父母，即甲刚及柔合化所仿也，故其理皆基于易，即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语，足以明其用语。又曰五运六气本造化所主，即气化之力，使一切生化本源，但久已无人明之，遂以为阴阳五行荒唐无稽，而不复置信，不知内经所言皆经验之事，无一不凭实在得来者，奈何人之不肯研究也。